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今天小年夜下午三点国道就涌现返乡车潮，高工局预估有11条路段会塞爆。南韩平昌冬奥会17岁韩裔美国选手夺得金牌，她也是女子滑雪项目史上最年轻的金牌得主。为防止中共低价倾销钢铁及铝材到美国，川普打算课征重税。花莲强震重创花莲观光，业者发起跨界合作，今年预计要推出2600团振兴观光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